我是河南的，我不是安徽的。我是河南的，当不了。那臣妾，你能不能派个马车过来接臣妾？臣妾过来去找你呢。可是你让臣妾在河南，在河南洛阳，在河南南阳待了好久呢。你能不能派个马车过来接臣妾呢？皇上，皇上，可以吗？嗯，我是河南的，你们给点开主页，那上面写的都有。而且我每次拍视频，说的都是家乡话，说的都是家乡话，因为我普通话不过关。你看，我这上面都有啊。都有河南的呀。对，我是新养的，是的。对啊。越吃越饿。这黑色是什么豆啊？那黑色我不知道是什么豆啊。别问我是哪里的，问我是哪里的，别问我在哪儿，问我在哪儿有必要吗？一，我又不跟你联络感情；二，我又不跟你一块儿吃饭干啥的，何必要问我在是哪儿的，在哪儿呢？我是哪儿的又不是秘密。河南南阳新野人，河南南阳新野人。赵英阁。感谢你，闪耀之剑，给我点亮。我越吃越饿呀，越吃越想吃，咋整？喜欢你这性格，嗯，我喜欢有什么说什么，开心就是开心，不开心就不开心。我不想，那人活着一辈子，哥哥，咱们说句实在话，何必要委曲求全呀？对不对？你看我，你喜欢我，你想上票你上；你看我，你不喜欢我，你扭头就可以走，没有必要说出来那种。扎人穿人肺管子，扎人心窝子的话，对不对，哥？我久久的，你叫我哥弟弟呀、啊，叫我哥不是感觉咱俩更近一点？我先看看你头像。弟弟呀、啊，弟弟呀、啊，那你那小走了？这个弟弟，你看，叫个啥不都一样吗？谁问我叫大妈，我也答应了呀。叫啥都一样。哎呀，我饿了，我越吃越饿，我还要减肥，咋整啊？哥哥们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啊？嗯，我还差一个真爱玫瑰就点亮展馆了，还差一个，结果没有人给我点了。真爱玫瑰还差一个，还差俩，为什么还差俩呢？五个呀，我是。哎，我牙疼，一天刷住我十来回。我一天就直播两场，早上一场跟下午一场。那你没事，那腿跟那赶集一样，你跑得快，你刷住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是我的错呀，那是我的错吗？又不是我的错。那又不是我的错，那抖爸爸想给我推荐给你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吃胖了吗？嗯，吃胖了，吃胖了。出去玩了一个星期，我钱花了，带了7斤肉回来了，难心得很。你知道减肥好难呐，吃胖很容易，减着太难了。但是你们进来不跟我说话，进来不跟我说话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祝你越来越好吧。聊天嘛，聊天嘛，聊天嘛，聊天呗。
都不说话，看，想跟你们聊聊天，交流交流感情，你们都不得理我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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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没得话题。嗯，那你默默地看我吧，那我也不吭声了，那我就玩手机，那我就玩。